阿伦，你在哪里？阿伦，阿伦，去婆婆那边啊！下来啊！很晒啊，很热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尤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今天真的是特别热，你看阿伦剪了这个这样短的头发，他还是出这么多汗，你看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带他去一个地方哦。妈妈想带你去姨婆家，你要不要？去姨婆家做什么？不知道。我们去玩水。Yeah！ 妈妈，我要穿这个，穿这个泳衣。阿洛很紧张啊，他就立刻就拿了他的泳衣出来耶。好了，我们到了哦。叮叮叮！想不想玩？开心吗？开心。可以踢踢。嗯，还有球。这个还没有弄好哎，等下这里要充气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换衣服喽，转圈圈吧。阿洛，你真的是长高好多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阿洛去玩吗？跟表哥班啊。阿洛，你在这里玩什么游戏？去。阿伦跟他的表兄弟姐妹一起玩，玩得多开心！你看他玩了。阿洛，你看你的头一条条的，哇，霸王龙的头哦，很酷哎，是不是？这个很可爱哎，这个。搬家搬家，哇，啾啾抱你去哪里？好小胆啊，伦！阿伦不敢进来耶，他滑了一次之后，他就不敢再上来这里玩了。我们家妈妈，不怕的，啊，真的不要啊！你放心，再来。慢慢下，叫舅舅帮你慢慢下。慢慢下。啊。啊，舅舅帮你。慢慢的，慢慢加，慢慢加。哇，开心啊！你做虫啊，乱！打进去 ，OK 了啊！刘宇娇帮你，哦耶！好，下去，哇！
排队呀、啊。玩到多么开心，刚才就害怕到一直在那边喊，现在就 OK 了。嘎伦，你看他，他玩的多好玩呢，你看。大家，我们已经玩完了，但是我忘记带阿伦的干净衣来了，所以他就穿回旧的衣服了。刚才我没有玩水，但是整身都湿完了，所以就在这里冲了个凉，然后借了一些衣服这样。阿伦啊，今天好不好玩？玩。刚才那个滑滑梯为什么你不怕？现在你又不怕了？没有勇敢了。很棒啊，阿伦你，耶。肚子饿扁扁啊！好了，我们叫了 KFC， 等一下就一起吃吧。OK， 好啦，我们的影片到这里哦。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们，还按下那个小铃铛哦。如果有出什么影片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看得到哦。好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